好熟悉嘅，好熟悉嘅。唔係今年嗰啲燈咧，係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險詐，幾許有功巧不過。記得咧，我媽咪細個係超級無敵中意一個女伴節目，係嘛？咁你媽咪係咪會睇好多場女伴節目？我細個人生第一次嘅演唱會咧，嗯哼，即係我人生第一次嘅紅館演唱會就係睇佢本節目。哦，真係。你啊 ，Jenny 都系中意去重点嘅。好记得睇许冠杰演唱会，我系坐山顶。我反而系我第一次点讲咧？我系睇戏，我就好记得有一首歌就系背景音乐啊，系啦。所以呢一首歌系令到我开始。留意佢，跟住就不停聽佢嘅歌啦。哇，原來首首都好好聽，同埋咧係好有意思。即係就算你係，即係你係好多口語化，好似就算半斤八兩咁啊，打工仔啊，或者有好多口語化，但係全部都可以變咗個歌詞，我覺得話 amazing 呢件事，但係又好好聽。同埋我好中意佢嗰種咧，即係都仲係有嗰種好中國人嘅感覺，但係咧。佢又即係處於好似係一個世代嘅變換中間咯。四燈啊！最難嗰燈都攞到啦！哇！終於見到五常有燈俾啦！好嘢！你好啊，依立。你好啊，遠遠。係啊，咁你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幾開心啊！你今年幾多歲啊？我今年57歲半。你係咪期待咗嚟 TVB 呢個舞台好耐啊？是真的很久，因為我記得以前是流行錄影帶的嘛，那爸爸就買了個錄影機，那我們每一次一開飯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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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我們是在看家變。咦，你起錯歌了。但是這首歌不是家變來的。好像是做關於音樂的工作。我是因為10年前為了爸爸就參加馬來西亞歌唱比賽。為什麼爸爸提名你？不是，因為爸爸是歌唱比賽的忠實粉絲，我爸爸自己在家做評審，做了11年。自己做評審做了11年。一年的時候就病，因為很喜歡，很喜歡看。一定要過這個關，因為明年2012呢，我就剛剛夠45歲，我就可以參加個歌唱比賽。到我那屆呢，我就說不如我帶你去現場，因為爸爸是直接在現場做。是我帶爸爸嚟睇嘅時候咧，我就唔理幾多分嘅，我就係咁唱，對住我爸爸唱，跟住就咁樣唱到上雲頂咯。哦，咁後屘佢真係過到個關。哦，咁我又好唔小心，又有攞到一個幾高下嘅獎殊榮。都唔係唔小心㗎。哎呀，好感動，唔小心喊咗。好，我哋睇下你上咗身，上咗四眼燈。嚟 ，Harry， 你講先。嗱，首先咧，你頭先一唱咧，我話俾你聽啊，你好入麥啊。好似陳潔兒唱緊歌咁，第一句。難分真與假。唔該啦。太容易喊啦我。哇！我真係以為陳潔兒喺裏面唱緊。陳潔兒冇咁肥啊嘛。而家唔知。咁啊，你唱其實呢首歌咧，一啲都唔係靠唱功去唱嘅，反而呢個仲難唱。你要唱到裡面嘅味道。係啊，個味道。我覺得你喺啲 verse 度係唱到嘅，係好 touching。所以我即刻俾你，
好好啊，最難攞盞燈都攞到啦。咁啊，今次同意佢啦。你個 verse 咧，我覺得咧係俾我嘅感覺咧係唱到，但係去到 chorus 嘅部分咧，我覺得無需要加啲 ad lib 嘅。以你嘅人生閲歷啦，以你嘅態度咧，其實你係可以唱得再好啲。我有少少唔同意你喎。其實咧，我俾分佢咧，就係因為佢唱咗嗰一段。我真的覺得咧，佢係好 natural， 其他我冇乜特別㗎。其實咧，因為我好肚餓啊，因為突發呢單嘢，因為我好驚住咁，我唱唱下佢咕嚕咕嚕咁樣，所以我就有一個分咗心啊。係呢個阿肥媽好明白㗎，我冇嘢食咧，我就。冇心機㗎啦，佢哋而家咧行緊嗰啲十六八，即係十六個鐘頭唔食嘢，八個鐘頭食。我就唔係，我行一二三，我係起身嗰一個鐘頭唔食嘢，我23個鐘頭都食嘢。任何時間你都見到我食嘢㗎，係。係嘛？我同你一樣。Harry 話你有啲似陳潔儀啦，但其實你57歲半咧，你係擁有一把好年輕嘅聲音嘅。今次一路唱，我覺得你係一個有氣場嘅歌手嚟，你個人好 pleasant。你係將呢種人生哲理就我已經看透曬啦，好 enjoy 咁唱一首歌。不過如果你個咬字再靚啲，咁你嘅共鳴又會再靚啲你表達個歌詞嘅意思同埋嗰個畫面又會再靚啲，好唔好？我肚餓係唱唔到歌。好，嗱你代曬嗰啲評審嘅意見咧，就代咗兩個飯團落個袋度。但係係啦，雨燕姐講得啱啊！好，真係啊！即係雖然我哋比賽嘅時候咁啊錄影嗰個時間咧，我哋有陣時真係可能好長時間冇得食嘢，但係咧真係。你要 make sure 咧，係唔知點解我係要有疊到米氣嘅，即係要有飯盒，所以我係長期會有飯團放喺個袋嗰度。我都有聽過，真係如果你食唔夠或者你冇米落肚嘅話，你係唔夠力嘅。